韩国瑜是受了重伤，郭台铭是受了大重伤，柯文哲有这个上扬的这个状况。来，韩国瑜深夜的一个声明就可以看得出来，沾染了宫廷说话之艺术。他已经表态，希望整个台湾能够翻转。整个台湾是高雄市长能够决定的吗？他现在当了高雄市长，还想要选总统，还有国民党不可避免。国民大会。